今天呢廖哥小吴还有对你有感觉的一些嘉宾一起去出席活动，我们又来到了 KLCC。 哎，我们今天要去看什么 KLCC 啊？ Yes Let's go。 喂，哇，帅耶大哥。哎，嗨，哎，乔叶，你在那边干嘛？在那边来见你啊。哦，来找你。那么巧，你也是啊？被演了啊，就是扮演。对，各位，我们到小吴的 behind the scene。我在拍小吴，在拍一拍 YouTube。你今天有吗？我拍 YouTube， 在拍小吴，在拍 YouTube。现在我们来到我们的座位啊，然后我们等 event 开始了。这个就是我的位 ，Sean Wu， 小吴，还有 Victoria 的，这是我们的那个。对。哦，你看还有这个 gift 哎 ，Oh my god！ 你们看他们有送这个 smartphone printer， 还有两个这个芳香洁袋子。耶，刚刚偷偷换来小吴隔壁了，人呢？小吴，你这边灯光描美哦，这边灯光描美，所以我才换过来。偷偷跟 Victoria 换位。YouTuber 日常。Hello， 大家好，我是嘉颂。然后我本身很喜欢做运动，然后 gym 啊、jogging 啊、badminton 啊，然后本身也很喜欢做 content 啦。嗯，我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对呀、啊，这边都是，对不对？谢谢你、okay. 把你的热忱告诉我们。嗨，嘉颂，你好。嗯，嗨，嗨。OK， 嗨，大家好，我是小吴。然后呀， yeah, 我平时的爱好就是。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Sean. My hobby is sleeping. I'm just kidding, actually. I'm a badminton athlete, so my hobby is badminton. 是要来开箱。各位，这个是来 print 出来的，一滑一下它就会 print 出来了。Hey Vivi， 你出来到了。2000 years later， 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啦。哇，小吴很有天分的你。漂亮吧 ？Damn， 根本就做蛋糕高手。Joey， 打个招呼。Hey yo， what's up？ 你看我是烘焙大师。哇，小吴的很漂亮哎。哇，满满的爱心哎。你看那阿Sean挤到上面处哦，我到反了，应该是下面处啊。其实我要用这边的。哦，哇，很可爱耶，阿Sean。本来看我的觉得还好了，现在看到别人的，觉得我的越做越丑。哇，对吗？来，我们现在要拍照哦，这个是 LB。嗨嗨嗨，嗨嗨，第一次见面。哎，今天来帮你们专程来给你们发个耶。OK OK。Whoa. Are you a street photographer? Yes. Can you take a photo for me? 哇，真的是掉转了呗！这个是世上最快的摄影师，手指也是最快的。哇，真的很快啊，真的是。来，对，这样，看到没 ？OK， 拍好了。你看那个 short book 哎，这不最近进攻芭蕾舞市场。小吴，来走。去找小屋。Hey, I'm a street photographer. Do you have some time? No. Okay, let's go. Yo, guys, 你看现在我换了服装，因为要拍一些业配，打算帮我拍。算是最好的 videographer 啊，算是我助理。你看他帮我拿衣服，你看又换了一个发型哦，真的是到哪里都换到哪里。Wow.演欧巴，欧巴。OK， 现在叫Sean来帮我继续拍我的工作的拍摄。耶、yeah, ，拍好了，Sean。耶、yeah. ，谢谢你。哇，这样好看，这边 lighting 很好。叫什么？真的，每次看到你都很热，每次穿一百。看到我的时候都很热。因为你每次穿很厚的。哎，安爽啊，爽。不要解释了，不要解释了。各位，我们的食物都到了，我们的晚餐。OK， 我们吃先。耶、yeah, ，我们现在来吃 ice cream 啊！哎呦 ，OK 哦。现在 Victoria 要拍一些剧情的影片啊，我们来配合她啊。我对你有感觉的宣传啊 ，Victoria 很敬业。我们是多么的拼命，我们在下大雨当中，我们都还要拍 TikTok， 是不是我很敬业？是不是很敬业？可以讲，借点赞。OK， 回家啦，今天就到此为止。
各位，现在我是已经回到家了，然后我要把我们刚刚所拍的照片复印出来。我真的很喜欢这台机器，它一这样滑一下就可以复印出来，下次一定会常用它。我跟你讲，不管下次跟朋友出去也好，跟喜爱的人出去也好，我一定会常用它。真的超喜欢的这个printer，你们看，好漂亮，我好喜欢。哎呦，大家好，现在是第二天，然后我要去摘小吴，然后我们等下要去拍一个勾炫的一档美食特别计划的一个影片呐，就是要庆祝对你有感觉的总观看次数破百万点击率。Alright, so 等下见。Hello, let's go。有请我们的吴美人，好漂亮哎，头发，剪卷发。Alright, 各位，我们到了。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저는 배군파. 아, 오케이. 아, Let's go. 又回来了这个地方。不懂各位有没有发现，这边是哪里啊？如果还不知道的话，就去看小吴的 vlog 哦。Hello. 哎呦，两个神圣人物到了 ，Catherine、Matt。什么神圣人物？他哦。我们现在在准备当中，等下就要拍摄了。Hello， 我是 Catherine。Hello， 我是 Matt 明轩。Hello， 我是嘉颂。可以了，是看你把你的头转过来，哇，转机，转机爆炸！哎，我跟你讲，刚刚很好笑，我拍摄完了，谢谢 Catherine， 谢谢在节目这样喜欢我，谢谢，谢谢你。我是在节目喜欢你的，真的真的。阿金，阿金，阿金，走吧，我回去，我拍摄回去第一天，我就跟阿金讲。太帅了，然后去爽年还有一个说话讲说，哇，真的很帅耶，很别扭，很给脸，很给脸，很给脸，很好，很好，帅，拜拜。OK， 大家，现在加上我手机在我手，哎，加上我相机在我手上，因为刚用我相机当道具，现在没有相机，我用他相机。我们现在要去外面拍照片。哎，你不是那个对你有感觉的那个女嘉宾吗？我超喜欢你了。你就是那个对你有感觉最帅的男嘉宾吗？也不是最帅啦，就是小吴很好的。哎，今天到小吴拍 vlog 了。甜妹，甜妹。哎，讲真的啦，这个餐厅啊，真的很有回忆啊，有那时候的感觉。如果你们不懂发生什么事的话，你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看小吴的影片，你们就懂了。OK， 大家转场，现在我们就要去 try 那个 omakase 了。现在我走着去那间店去 meet 小吴，看有没有像人家讲的那么贵，又那么好吃。OK， check it out。大家，我们到这边来啊，这样子拍一下那种完美的 vlog， 拍拍一下，意思意思。OK， 好嘞。这种啊大的东西都是你没有发现很小小的一个江小哥。敬业的 YouTuber， 我都没有拍，我在摆美酒，我们在准备食材当中。哦，哇，这道很特别咯 ，Thank you。怎么还有肥皂在里面呢？我这个很像那种刷锅这样啊，哎，这么有肥皂啊，我这么像小丽的，然后喂，这样这么像这么像，哎，第一次来吃。这个终于来打分一点了，先吃下菜。这个哇，有肉有肉，最爱。还有叶子啊，然后什么 coconut 壳都跑出来啊。小吴刚才问这个汤。他讲这个汤水是拿来喝的啦，没有啦，其实是拿来洗手的啦，洗手洗脚啦。哦，是哎，只有茶罢了哎。我们就来挑战没有汤匙喝汤。汤哦，喝下去哦，整个就很健康。我喝了啊，整个人都精力充沛，精力充沛，整个呱呱了。有吗？有吗？有没有瞬间？瞬间。有奇效了，奇效了，奇效了。他们现在在准备下一道菜呢，我看到有饭呢，这个地方竟然有饭呢，哇哦，这整个画面好像金色，看起来很豪华的感觉哦。标题可以放我是黄金饭，价值是多钱？哇，这道很多呗，这个有24K 金在里面呢。起来，你有做吗？起来，要吃完了就。
She's pretty like a 4K sunset. Blue-eyed baby from the Midwest. Body so bad when she undressed. Thought your ex would be upset. Little did he know. 我发现那里的饭特别好吃。那是你的吗？这个无价，无价，无价。甜点时间，小吴，你们这边有三粒是要两次的吗？你觉得一粒你吃，一粒我吃，那这个就要一起 share 的，这样感情才会上升。所以这三粒的意义是在这边，所以大家有一粒我们要一起吃。你们这个什么玩意嘛？要吃这个先，再吃这个。这个是奶妈的 ，OK。很帅耶，全身全黑。我现在就要确认一下小吴，我这样的 outfit 有没有很加分？小吴啊，这个 outfit 加分的是什么点？应该是我以为这种 fine dining 啊，不会很饱，可是很亮过。Arigato gozaimasu， 拜拜。你看我还在那边想什么是 omakase， 我以为 omakase 是一道菜。我跟小吴讲 ，omakase 是一个吃饭的形式呀，像中餐、西餐 ，omakase。据我所知啊，刚才小吴讲的，就是厨师准备什么你是不知道的。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体验啊，来，因为我完全没有体验过这样的东西啊。Yeah. 然后它的分量是很足的，很够，很够，很够。两个人吃。然后刚刚那些食材都是我这辈子都没有吃过，味道也不是平时有吃过的味道。It's a nice experience， 那、yeah.。加上又跟小吴来，那个体验更好。你今天贵的点是什么吗？贵的点是什么？就是跟小吴来吃，那个才是最特别、最无价的。So， 这期 vlog 当初是要记录我私下跟对牛感觉的嘉宾们的一些互动这样啦。So， 希望你们喜欢这期的影片，我们下期再见，拜拜。